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任何时候都像一瓶打开的香水，每个角落都弥散着浪漫的艺术气息。这里就是中国艺术青年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然而，1935年秋天，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小书摊上，一位远渡重洋学习美术的中国青年画家，却决定放弃巴黎的优越生活，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他就是常书鸿，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高材生，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的高徒，刚刚在巴黎画坛崭露头角的新秀。等待他的是巴黎艺术名流的生活。然而，一套在小书摊上偶然看到的画册《敦煌石窟图录》，却让他毅然放弃了这一切。这套6卷本的画册，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拍摄的。300多张从未见过的石窟壁画和雕塑图片，让常书鸿大吃一惊。接着，他又来到巴黎集美博物馆，看到正在展出的伯希和从敦煌带来的唐五代时期的大幅绢画真迹。精通中外美术史的他，又一次被深深的震撼了。继承了1000多年的这个壁画了彩塑的这个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了不起。他说我一直在法国崇拜，欧洲崇拜文艺复兴的艺术，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有这样。艺术直觉告诉常书鸿，这是中国绘画的杰作。世界美术的珍品，我何苦舍近求远呢？早在20多年前，法国考古探险队队长伯希和偶然获得了一卷敦煌写经，凭着扎实的汉学功底，他掂量出了卷子的非凡价值，立即动身赶往卷子流散的源头——敦煌。当时，伯希和并不知道，一年前有人已经捷足先登了。1907年，在新疆探宝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一个商人那儿得知，敦煌千佛洞有一个密洞，藏着满满一洞子的经卷和卷画。他赶紧放下新疆的考察，马不停蹄地往敦煌跑。密洞的钥匙挂在王道士身上，就是不肯轻易打开。斯坦因发现，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王道士向斯坦因描述了1900年6月22日，他清扫16窟甬到积沙时，偶然发现藏金洞的过程。他还告诉斯坦因，发现藏金洞后，他逐一上报了敦煌知县。酒泉道台、甘肃学政要求拨款保护，甚至直接给慈禧太后写信，都无人回应。斯坦因从这些絮叨中摸准了王道士的脉，他投其所好，说自己是追慕玄奘大师的足迹来到这里的，他要出一笔钱，把玄奘取来的真经带回天竺。这一招果然很灵。王道士为他打开了藏经洞的小门。眼前真的是满满一洞子佛经、文书、卷画，都是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罕见写本。除了中文卷子外，还有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田文等古老文字，
涉及政治、历史、宗教、民族、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可谓包罗万象，卷日浩繁，看得斯坦因目眩神。斯坦因说，我的上帝啊，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库。最终斯坦因以四锭马蹄银，也就是200两银子的白菜价，买走了13000多件经卷和卷画，整整装了29个大箱子。一年后到来的伯希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婉的门生。精通古汉语的他，精选了斯坦因遗漏的大量中古时期的社会文书。王道士坐地起价，伯希和最后用500两银子换走了7000卷文书和200多幅卷画。第二年，在确认敦煌文物都已安全运回巴黎后，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发布了他的敦煌探险成果，并大大方方地向王国维、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出示了几十件敦煌卷子。当京城的学者们第一次被敦煌文献惊得目瞪口呆时，50000多件藏经洞文物只剩下不足10000件。这场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令陈寅恪扼腕叹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事也。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大漠深处的千年佛国会以如此悲伤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自公元366年，乐准和尚在三危山的佛光中发愿开凿莫高窟起，历经16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朝代，莫高窟连续开凿，造像不止，累积形成了735个洞窟，留下了2400多身塑像，45000平方米壁画。在沙漠上居然有那么一个400-500个洞窟，是吧？这么浩瀚的壁画，是吧？这个壁画排起来，说2米高的话，能排25公里，是吧？这么大巨大的一个大的画廊在敦煌上，敦煌的艺术本身太伟大了。160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有人留下来开窟造像。有人留下来默默守护，有人从这里带走了艺术的真经。1941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拖家带口从成都来到敦煌，一到莫高窟，他就被铺天盖地的壁画震撼。他完全没有料到，莫高窟的壁画比想象的要丰富千万倍。他感觉到这个敦煌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中国传统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过去不知道唐朝的绘画，那么在敦煌看到真的了，而且比唐朝还早的，有隋朝的，有北魏的，这么早的东西，那对张大千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张大千如获至宝，他发现敦煌石窟中埋藏着另一半中国美术史。虽然中国绘画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一段的画作大多已经失传，零星保留下来的也是宋人的临摹品，无法呈现晋唐的气息，而数以万计的晋唐绘画却完整清晰地保留在敦煌石窟的洞壁上。
要说中华民族这个古代的，要说起古代的艺术，像敦煌这样保存如此之多的唐代跟唐代以前的这种佛教艺术，全国全世界再没第二。在敦煌，张大千找到了失传已久的晋唐中国人物画、山水画的线条、笔法和色彩传统。他认为，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前一千年，中国绘画就达到了如此昌明精深的阶段，这无疑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奇迹。他最感慨的是古代画工作画之难。试想他们在天花板上所画的画，手没有依靠之处，凌空而画，没有一笔懈怠，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两尺高，在地上侧躺着画，比仰天画还难。古人的功夫真不简单，他们的一生都牺牲在艺术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但是这些画家应该讲跟吴道子他们的优秀的人，就是画得最好的画家，应该讲跟吴道子跟周昉应该是同一个级别的画家，所以我们说他的水平有多高。2018年深冬，一场大雪让榆林窟变得越发空灵而静谧。这一天，我们在榆林窟25窟拍摄时，看到77年前张大千的题记。辛巳10月24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遍野。原来那天也是大雪。瓜州榆林河谷的榆林窟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这里留存着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洞窟42个，壁画5650平方米，是敦煌石窟群中的第二大石窟。这幅唐代大型壁画《观无量寿佛金变》是整个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巅峰之作，它的临摹品曾作为敦煌壁画的代表作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甘肃厅。榆林窟西夏三窟是张大千当年特别痴迷的一个窟，中国山水画追求的三远境界在文殊变、普贤变壁画中得到完美体现。让大千先生怦然心动的还有榆林窟第二窟的两个神秘而高贵的水月观音。张大千说，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让你怦然心动。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壁画呢，不是考古，就等于念书。现在咱们读白话文也好，文言文也好，一定要念书吗？我说我现在还在念书的阶段，我们这念书就是走的时候，走的最高一个山地上才可以四面的望。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最多的是女性菩萨，她们端庄优雅的人体美与明清以来樱桃小口弱不禁风的女性审美大相径庭。在古印度犍陀罗，菩萨都是刚健威猛的男神形象，到了新疆克孜尔石窟依然是高鼻深目、长胡须的西域美男子。菩萨刚刚传到敦煌时，也延续了西域和印度的模样。从隋代起，敦煌塑工们开始去掉了胡须，让菩萨穿上了时尚女郎的华丽衣服，他们的腰肢更柔软，体态更丰美。我们知道菩萨呢，他有两重身份，一重身份他是修行者，他应该穿得简朴一点；另外一重身份呢，他是王子，他是贵族。那么普通的人呢，往往把这个身份赋予菩萨最多的，
让这个菩萨穿上最华丽的服装。到唐代时，菩萨彻底女性化，优美的 S 型曲线，丝柔明媚的面孔，无处不在的女性之美，已经彻底完成了菩萨的中国化。精彩纷呈的敦煌壁画让张大千流连忘返，原计划3个月的临摹，一推再推，整整面壁2年零7个月，临摩大小壁画276件。这次临摹成为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敦煌归来，张大千画风突变，他把敦煌壁画的线描、色彩技法与文人画的写意传统结合起来，泼彩山水画笔墨酣畅，意境更加开阔。仕女画一扫明清以来的弱不禁风，人物形象丰满动人。这些画作把中国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让张大千跻身世界级美术大师之列。佛教说他经历了三熏三悟，终于从一个传统派的绘画名家转变为向现代艺术迈进的一代大师，所以敦煌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1943年，就在张大千准备离开敦煌时，常书鸿也终于从战火纷飞的重庆来到了莫高窟。到达莫高窟的第一顿饭给女儿常沙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一顿饭是什么呢？一碗面，那个面不是长面，是短面切的短，然后中间是一碗醋，然后一碗大块盐，啊，什么都没有了。我吃，我说菜呢？我爸爸说，你看这里没有菜。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曾意味深长地对常书鸿说。我的工作结束了，你却要一辈子守下去，这可是个无期徒刑啊。常书鸿说，我来敦煌就没打算回去。在莫高窟，常书鸿走进的第一个洞窟是254窟，因为离开重庆前，于右任先生曾提示他一定好好看看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这幅壁画讲述的是一个佛传故事，萨朵那太子兄弟三人在森林中游玩，发现一只母老虎和7只小老虎掉入悬崖，小老虎嗷嗷待哺，母虎奄奄一息，萨朵那太子奋不顾身跳下悬崖，让老虎饱餐一顿。常书鸿明白了于右任的暗示，选择敦煌就是选择了牺牲。应该说常书鸿先生来的时候，这个莫高窟已经停止开窟500年，那么在这么没人管以后变成很破烂，门也没有了，窗也没有了，栈道也没有了，台阶楼梯都没有了，就 面对这么一个废墟差不多。上世纪初，西方现代派画家们强调反叛传统，用强烈的色彩、奔放的线条、夸张的形体来表现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常书鸿惊讶地发现，早在1500多年前的敦煌壁画中，就有同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尤其是5世纪北魏壁画，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与西方的拜占庭基督教绘画相比完全不相上下。敦煌人物画的线条色块竟然比西方野兽派还要粗犷奔放。常书鸿从中看到了中国美术摆脱西方艺术主导的希望。
1944年，常书鸿和研究人员发现，220库的西夏壁画层正在脱落，隐约露出底层色彩艳丽的早期壁画。当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剥离了上层壁画后，三幅瑰丽无比、完好如新的初唐经变画出现了。常书鸿惊叹，这些经变画的雄伟场景和瑰丽色彩，一点不亚于700年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绘画。但实际上，它的内涵非常丰富，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花鸟画，什么社会生活画，什么各种题材的画都有。这个就确实是绝无仅有。整个敦煌石窟群的1000多幅经变画，绘出了播种、收获、乐舞、嫁娶、杂技、战争、出行等丰富的现实生活场景。从帝王将相到僧俗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更弥足珍贵的是，每立一个朝代，城市、乡村、人物也随之改朝换代，成为鲜活的千年历史相册。唐朝就是文化的高潮，嗯，文化最高一处。完全第一手的资料，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和第二手的资料在学术价值上差别就是天差地别，啊，所以它的重要性，我想，敦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已经在我们的中国美术史的写作过程当中，啊，如果舍了它，我们这个中国美术史没法写。敦煌石窟群里的东迁佛洞暂不对外开放，这座人迹罕至的荒山上，平日里只有管理员李刚和妻子两个人。甬道南北两侧的菩萨，上身是露脐紧身衫，下身是短得不能再短的超短裙，还有类似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长筒连裤丝袜，半透明的网纹清晰可见。难以想象，早在千年以前，当今的很多国际服装潮流已经被中古时代的女子演绎过了，而且是那样大胆前卫。但是当时可以说全世界最最国际化的地方就在敦煌，各种文化在那儿碰撞，所以你想那边的服饰，所以有时候现代设计师比较能用的话，就是因为那东西它来源比较丰富。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剥去了130窟甬道表层的宋代壁画后，露出了这幅莫高窟最美的供养人像。可惜因为剥落后没有及时保护，段文杰看到时已是模糊不清了。段文杰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处理方法，查阅了《渔服志》等古代服饰文献，将都督夫人及女眷的服饰打扮一一考证清楚后，最终成就了这幅临摹经典。用这个宝石来做装饰，你看绿的、红的，是吧？白的都有。这个披肩很长的，从这儿下来，你看，这个就这么下来，纹样美丽了，这正说明当时的艺术文化的发达。对艺术家来说，莫高窟是一个激发创作灵感的宝库，一批又一批艺术圣徒西行敦煌取经，从莫高窟壁画中汲取中国艺术变革的力量。
第一个走进莫高窟的内地画家是李丁龙。1938年秋天，上海美专毕业的李丁龙长途跋涉来到莫高窟，面壁临摹9个月。第二年，他带着临摹作品在北京、上海举办展览。张大千看后大为震惊，决定也去敦煌一探究竟。1941年，中国美术考古奠基人王子云率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敦煌石窟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察，第一次将敦煌彩塑写入中国雕塑艺术史。1942年，著名画家谢志流追随张大千西渡流沙，考察研究敦煌壁画。他编著的《敦煌石室记》和《敦煌艺术序录》成为敦煌艺术研究的发轫之作。1943年，岭南画派掌门人关山月、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结伴来到莫高窟面壁临摹，实现了他们创作生涯的巨大飞跃。因为敦煌在我的印象中间是孩童时期，我父亲到敦煌回来以后带了回来的大量的文史资料，因为在他的案头，我小时候经常在趴在他案头看，就看到大量的飞天呀，还有石窟中间的壁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自己给我讲到他画那个远的雪山啊，就是那一次去敦煌写生的画了祈年山的那种感悟。但是他的近的景的这一些松树啊，包括有些石室的运用啊，也借鉴了敦煌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也是1943年的敦煌之行改变了吴作人的艺术人生。这位油画高材生重新拿起毛笔，回归了中国画的根基，终成一代水墨画大师。20世纪40年代，中国画家的敦煌朝圣更像是一场接力赛。看到张大千在成都和重庆展出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新婚不久的董希文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立即拉上新娘张林英直奔沙漠包围的敦煌。他多年追求的油画中国风在敦煌壁画上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毛主席把他请到中南海，创作完了以后专门几次国庆的观礼台上让他上去，给他很高的评价。所以我们一看啊，非常非常吃惊，他是油画，但是又不太像那些油画，他不是用的那种那么强的侧光。董希文的这个油画开国大典啊，他是吸收了敦煌艺术的精华以后创造出来的这个油画这个艺术语言啊，它是开创了艺术语言，它是真正的升华了。就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艺术里，你如果理解它的精髓，你可以得到多么大的成就。自幼临摹敦煌壁画的长沙娜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图案王国，并把它们运用到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设计中。敦煌壁画上彩塑上的图案太丰盛了，太丰富，一般人不知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敦煌石窟的磨练确实是魅力吧，咱们说魅力，我有时候开玩笑是磨练，就是这些像写帖诗似的，就把你特别是艺术家牢牢地给吸引住了。2019年是舞剧《丝路花语》创演40周年。1979年，原甘肃省歌舞团创作人员来到莫高窟采风，他们在敦煌壁画上找到了千百年间中原和西域流行过的古舞、金舞、琵琶舞、胡旋舞等各种舞蹈样式。当他们的目光
与唐代112窟中的这个五季的反弹琵琶造型相遇时，一个世界舞剧史上的经典诞生了。1979年9月，舞剧《丝路花雨》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哇！一夜之间，怎么就那么一下子就轰开了？然后就排队。我跟你说，我原来有个照片，现在找不着。就是有些人拿着行军床，半夜就在那个票房门口，我就睡到这儿了。那是9月份嘛，拿小板凳铺着报纸坐着排着。40年来，《丝路花雨》已在国内外连续演出3000多场次，创造了中国舞剧演出场次之最，被誉为舞台上的敦煌壁画。其实丝路花雨就是以敦煌为大课题进行展现的一个舞剧，它的依据，它的背靠的就是敦煌，现在又进行新的加工，又进一步在世界各地演出。它能够经久不衰不断的演出，根本所在就在于敦煌是一颗璀璨明珠，能够让丝路花雨不断展现它的魅力。继丝路花雨之后，艺术家们用多种艺术形式挖掘敦煌文化，又创作了《大梦敦煌》《敦煌神女》《相约千年》等舞台剧，《又见敦煌》等情景剧，还有挖掘敦煌服饰文化的大型时装歌舞表演《角色敦煌之夜》，复原敦煌壁画乐器演出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跃动敦煌等，为观众献上一场又一场美轮美奂的敦煌艺术盛宴。很多国际艺术家也加入了敦煌艺术传承的大合唱，俄罗斯作曲家创作了交响乐敦煌，俄罗斯画家用油画笔画敦煌，一带一路雕塑家塑敦煌，国际著名音乐家谭盾破译敦煌琵琶谱密码，推出大型歌剧《敦煌慈悲颂》，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了一股敦煌风。从3个世纪40年代以来呀，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敦煌艺术啊，那么这样的事迹呢，也感动了很多人。我们第一代院长常叔鸿先生曾经在法国留学待了9年时间，但是他为了敦煌回到国内，一辈子为了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做了奉献。我们第二代院长段文杰先生，第三代院长樊锦诗先生，他们都是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由于他们的精神，这样的感召力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大家带着一种朝圣的精神来仰望敦煌，仰望莫高窟。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从塞纳河畔归来的常书鸿依然不肯放下画笔，敦煌守护神最后的画作都是敦煌飞天。1994年，90岁高龄的常书鸿驾飞天而去，
而他守护敦煌也整整50年。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沙梁上，与他奉献一生的敦煌永远相伴。啊，爸爸你好，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一辈子你给我的教育，你给我的敦煌莫高窟精神永远陪伴我，我在这里表示对你的缅怀和纪念，谢谢爸爸。